嗨，我是蔡依林。动物拥有最纯粹的灵魂，是人类永远的伙伴。追求保暖又美丽的方式有非常多种，动物皮草一定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们不穿皮草并不会失去什么，但动物没有皮毛却会失去生命。请不要掠夺它们的生存权利，和我一起拒绝皮草，让动物拥有最本质的样子。